你录，已经录完了。僵尸的方法，不太好。求唤醒僵尸的方法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可能生病了，抱什么？唤醒僵尸的一百种方法，只有一个。我只有一个方法。只有一个方法。清醒了是吗？怎么又结束了呢？你怎么老两边太突然了？结束的也太突然，磕死我。扭开电视的耳朵，画面一幅幅过，左耳跑调了，右耳闪躲，跑调了，怎么的呢？没 跑了吗？是不跑调了，萌萌姐？扭开电视的耳朵，画面一幅幅过，左耳跟着右耳闪躲，留眼睛独自寂寞，没跑调了。应该做电话怎么没响过？我削了一个苹果，只放着没咬过。明明感觉你来吻我，却怎么没发生过？门没锁，进来坐，连蚂蚁也不放过。天都黑了，为何没来过？没来坐，鱼都软了，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。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，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伤我。天都黑了，谁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衣服挑了，鞋都没藏过，没走过，想要的戏没买错，爱的人不爱我，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？这个不好播，费力不讨好。哎，我觉得你这声还挺好听的，比你，是吧？比他那个声好听，我觉得比你正常声。你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嗯，有特点是吧？嗯，是。保存了。杨坤合唱的感觉就是有一天像我那一年在台北小巨蛋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很妙，这样子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跟这样有深度、嗓音有质感的歌手然后一起同台演出，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整个音乐的素质会被拔高了，就 level 得到升华。对，真的不一样。 OK OK 少爷，一般妈妈爱吃什么，孩子就爱吃什么。因为他们怀孕的时候都吃一些东西，孩子先入为主吧。嗯，你爱吃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那我问你个问题。小助手也要听。是不是？嗯，想
不好意思，能不能把声音放出来？小助手载着多少人的希望呢？小颖，大声喊出来！不能喊，这个不能。小声的说，小声的说，小声的说。说呀，关你屁事！我就想到是这个。你说，小白不撒谎，小白说。他说，关你屁事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是越来越像了。嗯，我要睡觉了，少爷。嗯，走，回家。走，起不来了。嗯，带点饭，快点啊！我的梦想，我的孩子都没有了。孩子还在呢，梦想不是给你转身了吗？每天叫醒我不是闹钟，是梦想。和你的孩子。一直在踢他，每天叫醒我的不是梦想，也不是闹钟，是胎动。我最近也是休息不好，踢得我怕，总是半夜起来。我以为他也坏了，就开始乱发脾气。嗯，半夜起来乱发脾气，他乱发脾气，谁乱发脾气？你啊。因为他一起来之后，他就觉得这不舒服，那不舒服。嗯，而且还会想吃很多东西，是吧？折磨我，对，有一天半夜特别晚的时候，让我去买汤圆。汤圆。突然想吃汤圆。甜的还是？甜的。嗯，我有点好奇，半夜两三点我去哪里买饭，挺的。然后你去给他买了吗？没有卖。然后呢？他就不让你进门吗？然后他就生气。最近呢？过了那段时期了吗？单单没有别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的外衣穿了。Now everybody pause